同时仍爱一位世人，祈求沿途未变心，请给我回音。提爱他不敢祷告，都敢祷告，谁愿宣告这种殊途？用两手遮掩双眼，专心倾情，夺品去哀求哭诉。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，痛我睁开眼，无名吞此恨。我爱主，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，下了车，你怎可踏品？咁啊，咁啱呢段時間，其實我女朋友就發生咗一啲事啦，咁佢就身體上有一啲問題發生咗，咁所以唱呢首歌嘅時候咧，都即係好想即係祈求天父做十分鐘好人。咁好彩我女朋友嘅身體嘅一啲事，咁就叫做暫告一段落啦，咁樣咁，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啲注意自己嘅身體啦，咁就唔好食咁多冇益嘅嘢啦。好，咁就咩嘢首歌咧？呢首歌有一個故事，呢首歌叫做《流水落花》，咁就係最新派台嘅一首自己一首歌啦。咁其實呢首歌咧係嚟自一個真人真事嘅真實故事啦。咁其實我有一次喺觀塘 busking 嘅時候咧。咁就唱唱下咧，突然之間有一個男人咧，就突然間走咗過嚟，半跪咗喺我面前咁樣，即係咁樣嘅情況。突然間有個人衝咗過嚟喺呢個位，半跪咗我面前咁樣。咁我就哇，你起身先咁，即係有咩慢慢講。咁佢就雙眼通紅咁樣啦。咁佢就話我有一個請求，即係你嘅音樂好令我感觸，我好想點一首陳奕迅嘅《落花流水》去送俾我離開咗嘅老婆同埋女女咁樣。咁我當時其實冇問佢發生咩事，咁但係因為我嗰陣時逢禮拜五咧都會喺觀塘度 bus 嘅，咁每個禮拜五都見到佢自己一個人喺度飲酒，咁喺度聽我唱歌。咁我就有一次完咗之後咧。咁啊，佢就問我：你認唔認得我啊？我認得咁啊。咁我好奇啦，咁我就問佢到底係經歷咗啲咩事咧？咁其實原來係八年前嘅時候咧，佢嘅老婆咧就懷住 B B 嘅時候咧，就因為一次意外喺海嗰度咧就遇溺身亡咗嘅咁樣。咁其實佢仲有好多好多嘅不幸嘅故事咧，咁但係我唔太詳述喺度啦。咁我當其時其實好想寫一首歌去勉勵佢，因為佢每個禮拜都即係好似好失意咁樣喺度，好頹入。咁我寫嚟寫去都寫唔到呢首歌，直到我有一次去台灣有一個電視演出嘅時候，咁喺飛機上面嘅時候咧，就寫到呢首歌，唔知點解好快就寫到。因為在飛機上面咧，穿過咗雲層之後咧，望落下面，原來所有人都係好細嘅。因為嗰日落住毛毛雨啦，咁我覺得其實人嘅生命好似水一樣，其實落雨落到嚟，成為大家見到嘅雨水，可能佢嗰段時間又蒸發上天，其實只係一個循環嚟嘅啫。可能佢嘅妻子、佢嘅女女早一步上咗去上面，其實有一日佢都會上去，或者佢一日都會落翻嚟。只是一個循環的，咁所以我最後寫咗呢一首《流水落花》，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沒有雨笑
笑，笑语就太妙，吻你被对调，错对是与非，错对没法比，这一心笑令人疲惫，而大就一生中的一个他，家福中少少一个他，剩我一个故上秋分的落花。
希望遲些再喺更加多嘅場合見到大家，thank you，拜拜。